欢迎大家收睇 Beatbox Clubs 第一集，全新一季 HP 第一集。Yes， 我翻嚟啦。咁啊，第一堂我教 BTK 啦，即系你批图嗰度都见到啦。咁啊，唔系 BTK 系 B 同 T 第一堂第一集系啊，我教 B 同 T 啊。咁啊，唉，讲得太多第一堂。咁啊，先讲下，即系先讲下啲嘢先。我冇乜點 mark 低劃分，我講邊人先？就係、是、第一樣，究竟我幾時會再，即係我嚟緊啦，我會點樣去定自己出一次片呢？大家都好想知道，究竟你幾時出片啊？唔好下下都要我去你個 channel 度揾，跟住我發覺原來冇嘅，極失望咁啦。咁啊，就係我會逐集逐集出啦。當然，我唔會一日推兩集啦。當然，咁啊，出嘅時間嘅決定就係、是。在於究竟我平均，即係我自有收開學生噶嘛？我啲學生學嗰個音究竟要學幾耐？譬如佢學focal bass， 啊呢個 focal bass 又額外例子。譬如佢學彈絲 ，OK 學咗兩個月咁樣啦，先算啦。可能啊，可能更耐啦，或者學咗兩個月咁樣，我就會學完教完彈絲呢個音兩個月之後先出片，等你可以真係學好個。哇！啲咁樣咁講，即係可以戴定頭盔穩定位走數啫。應承大家我唔走數啦，因為我已經適用我自己屋企嘅設施啦，叫做同埋有啲好明顯好快學得識，譬如 B 同 T 好快學得識嘅啫，係咪先？起碼 T 快先啦，係咪先？啊，可能教完啦嚇 ，T 我真係唔係好想教，真係我淨係教 B 同 T 啦，好冇 ？T 我而家即刻教啦，既然你真係想我教啊，T 就係咯，唔好切就得噶啦，唔好 OK 切咧，你遲下先用啦嚇。而家練住先 ，OK， 就咁啦。T 教完，我等教 B， 跟住完啦，你就教。係啦，就咁樣啦。我出邊啲時間，咁同埋我之前都講過啦。點解即係一個有喺 YouTube 拍教學片嘅人，即係你既然咁有信心，你拍啲片俾人睇完係人哋識嘅，點解你仲要開班咧？嗱，開班嘅原因咧，好大某程度上咧就係咧，你上網睇。醫生的診症和人家病人的診症是不會夠你去親自上去門診看症那麼方便啊，不是那麼方便，是那麼有用的嘛。所以為什麼即香港那麼多不可能很多，只有幾個，其實那麼多人不是還說那麼多，就是為什麼香港有人會教 Beatbox 但同時又出教學片，這個就是原因，就是因為始終你去學，你去真的上門學是會快過你就咁睇片，係啦，好啦，咁啊事不宜遲，立即今日第二個音啦，已經係 B， 係啦 ，B B T K 啦，基本三音 B T K， 咁我而家教埋 B 啦 ，B 咧就係首先你要揾到屬於自己嘅嘴型，咩叫屬於自己嘅嘴型呢？自己嘅嘴型就係你首先要揾呢幾隻字 ，B ba bu be bo， 好啦。如果你有留意的話咧，我係特登做到咧第一個同埋唔知第幾個咧，係收埋個嘴上去嘅。我要話俾你聽咧，就係咧有好多人咧，通常喺 B 嘅時候咧，同埋 巴 嘅時候咧，會將佢個唔係個鼻個嘴唇咧收入去，即係咁樣，係一個即係點講咧？即係對你之後再用 B 係會有一定嘅阻礙。咁所以咧喺 B 巴布啤波咧，其實我講 B 巴布啤波咧，我呢幾個字我都唔合埋個口嘅 B 巴布啤波 ，OK， 全部都係唔合埋個口，係收埋個嘴唇。當你揾到一個 B 巴布啤波呢幾個字，其中一個字你係唔會收入個嘴，即係個嘴唇唔會收入去嘅時候咧，你就用嗰、那個。跟住然之後，將你嘅力集中喺中間 ，OK， 中間之後咧就爆出嚟。呢、這個係理論上。你能夠聽完之後照做就做到嘅，好啦。我發覺咧，即係有啲人學 B 嘅時候咧，佢哋嘅困難咧就係在於佢唔識得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即係網上好多教學啦，講啦啊話咩什麼谷實啊，咩爆出嚟啊，咩唔要聲帶咁樣嗰啲咧，嗰啲係有用嘅教學，非常有用嘅，我自己都係跟嗰啲學。但係問題有啲人咧係我講完佢都唔明嘅，咁但係應該點做咧？即係。應該有冇啲新嘅講法咧？新嘅講法咧就係我話俾你聽，係冇嘅。嗰啲方法已經係齊曬，唯有咧係你自己練嘅啫。即係你無啦啦，最基本啦，我覺得啦，
又唔使話一做 B 嘅時候你就要即刻 cut off 你個聲帶嘅，因為某程度聲帶加埋你個嘴型咧，可以幫你揾到個 B 點做，所以你一開始可以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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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所以咧當你靠聲帶去揾嘅時候咧，你就要留意啦，就係唔好習慣真係揾聲帶做啦，咁啊即係適當嘅時候要戒咗佢啦。好啦，咁但係咧就係你要用力講每一隻字，巴巴巴巴巴巴巴。咁有啲人咧係把聲用力啦，同埋側邊用力，個嘴唇唔用嘅，巴巴都係做唔到嘅。所以咧，你個腦咧要一路做嘅時候咧，你喺度諗，想像係可以令到你嘅身體作出反應嘅。想像你個嘴 ，OK， 係爆出去嘅，諗住爆出去，巴。有啲人好自然做到嘅，咁啊，可能你而家已經做到啦，唔使聽我講咁多嘢啦。咁你可以飛去後邊聽我講嗰啲咩完結嘅嘢啦。就係咁啦 ，B 就係咁啦。OK， 點樣強化呢？強化個 B，B 咧曾經有個偉大嘅 B-boxer 講過咧，你所有嘢大聲咧就贏啦。OK， 練大聲，練大力，要時間嘅，即係唔係話你哦練大力咩練大力啫？嘴唇你冇得練肌肉噶啦，你練大力咪就係用力咯。唔係嘅，你要令你的肌肉習慣喺長期。高壓力底下去做，如果唔係做到後面攰咧，你個 B 會 hea 咗。OK， 你要習慣令到個嘴唇習慣喺大壓力底下去做一啲 B。咁今集嘅基本長進教學就係咁完咗，密切留意我嘅頻道啦，好快會出 K 噶啦。啊，我都會講一啲其實一啲 B-boxer 就算玩咗兩年咧都有嘅問題，無論係 B 同 T 同 K 啊。T 嘅問題就係佢哋切切聲啦，同埋太長啦，係啦，唔夠聽。B 的問題就是勢力啦，頭先都講咗啦，其實係咁，其實其餘嘅問題都唔係一個問題嚟噶。咁啊，希望大家努力練啦。B-box沙發，星期六尖沙咀文化中心係啦，七點半長樓梯對上。有人問我咩邊度係長樓梯？長樓梯就是海旁咧，咪有個位咧，成日有啲人表演，跟住金像獎會喺嗰度，即係如果有啲人冇入場嘅就喺嗰度直播，有條樓梯係長。坐喺度睇 show 嗰度咧，就係嗰度，有間酒家喺嗰度添嘅。咁同埋係上面有得空地，咁我哋喺嗰度嘅。咁同埋就係、是、我哋係七點半啦，即、就、係、是、我哋就會喺嗰度啦。咁嗰度通常即係唔係話個個都玩得好勁 ，OK？ 咁係因為真係一個放一個交流嘅平台啦。咁啊，即、就、係、是、你唔使識添嘅，你唔使識就可以嚟一個好 open 嘅 area 啦。咁啊，歡迎大家啦，嚟啦！咁同埋咧就係 The Freak， 你會 keep 住拍片啦 ，link 喺下邊啦。咁啊 ，The Freak 啦，仲有就係冇啦，都冇啦，係 The Freak， 主要係 The Freak 同呢個頻道，所以敬請繼續留意我呢個頻道同 The Freak。Yeah， we are The Freak。